本所接获民众通报，七堵区东兴街全家超商外有纠纷，需警协助。本所同仁立即赶赴现场，了解为一名男子因女友家人反对交往而有酒醉，并意图攻击他人之情事。警方为预防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，立即使用电击枪放电喝令其危害行为，顺利排除纠纷。